今天带他来到是新竹内湾这个非常有怀旧气息的地方哦。怀旧吗？为什么这边那么怀旧呢？好的，各位观众，说到这个内湾，早期呢是林业跟矿业非常的发达哦。那么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没落，现在呢是转型成为观光发展。那么目前老街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旧跟动漫。这样说你有比较了解吗？我这里一知半解哦。一知半解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请当地最帅气挺拔的商圈理事长来告诉你。理事长，哎，理事长，理事长，你好。哇，帅哥。理事长，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竹内湾啊，为什么是以怀旧来吸引更多的人潮呢？啊，内湾老街是40年代、50年代，那我们是一个木材矿业的集散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以客家美食及动漫、野江花系列的食品在内湾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。哇，那听完真是迫不及待要一起去商圈 go。出发后，走着走着，我们被一旁的大片花海给吸引住了。哇，这里有很多漂亮的花哦，这是什么花呢？这个叫做野江花，是新竹内湾这边盛产的花朵，而且在内湾老街里面哦，很多的这个店家都用这个来入菜哦，象征客家人的精神。迷幻，很难想象野江花要怎么吃呢？我呢，第一站先带他来探访野江花粽。不过吃之前，老板要我们打扮一下，戴上野江花做的花冠，再来个 DIY。老板娘要先怎么做？就是第一下要先折叶子，把它折好，折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啊，你跟他讲一下。哎呦，现那个。你为什么比我还三分之一呀、啊？哎呦，太阳女生都不会煮菜吗？那我就三分之一。对，这样。哎呦，这样菜也有那个，这里有那个，好像被子的。真是的。好，拿饭了。拿饭，拿饭。我最会了这个，拿饭。趁着今天看到没有？然后里面放在什么东西？放香菇。香菇。太多肉了。太多肉。肉太多。肉太多了的话，那个没有口感啊。没有口感。没有那么好吃，太多肉会肥胖。哎呦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好，这样 OK。哎呦，被明焕发现我对主菜不是很拿手啦，紧拍死。不过拿下去蒸，这可难不倒我，哈哈，10分钟后就可以吃了。野姜花，对啊，野姜花跟香菇的香气放在一起很香哦，淡淡的那种清香哦。不会像一般肉粽那么油哎。嗯，清香，而且这个猪肉没有那么肥。嗯，对啊，而且那个里面的饭也是很 Q 的。嗯，马西手不是。这个地方知道哦，之前那个旅游书上看过的那个地方哦，就是戏院嘛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它是戏院哦，可是它不是一般的戏院，它是可以吃饭的戏院。韩国有吗？韩国没有啊。没有是不是？那我带你进去瞧瞧。好。哇，你看，这里有黑白电影哦。对啊，这些都是台湾过去的一些老电影哦。来到我们内湾戏院，对，我们内湾戏院是50、60年代的老建筑，对。那老板的用心，把它改成复合式的餐厅。那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料理，欢迎两位。哦，好啊，好，谢谢。边看电影边吃当地的创意野江花料理，有酥炸野江花、野江花三层肉，还有汤头清香的野江花贡丸汤，真的是一大享受呢。除了野江花料理，当地还有古早味的小吃，像是老板特别用槟榔心品种的芋头做出的藕龟条，质地绵密，吃起来咕噜咕噜的 Q 度，让人想忘记也难。好棒棒，你看有那个黑糖糕，我很爱吃的，这个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不是奶煮蟹糕吗？黑糖糕，你对，我也不知道哎，问一下老板。这个是我们的叫紫米黑糖糕。哦，这个跟一般黑糖糕怎么不一样？一般黑糖糕不一样，因为紫米啊比较难做，所以一般整个内湾没有人做。哦，这样子。它发酵时间就15个小时。哦，更黏，更 Q。比较 Q 哈。嗯。静音。
今天你介绍我很多好吃的餐厅吧，所以我之前你有在旅游书上看过的很好吃的某几店，我要介绍你。很好吃，马吉不是就马吉加个花生而已吗？哎呦，你是真的台湾人吗？还是我是台湾人？先请去吧。这个是牛丸水马吉，这个是红豆马吉。这豆花吧？对啊，看起来像豆花。刚才说过了嘛，这里的马吉很特别的。真的是我们家的马吉跟外面比较不一样啊，外面的都糯米做的，我们家全部都是纯牛奶做的。纯牛奶哦。对对对，你吃看看。不讲我真的不觉得它是马吉耶，好好吃哦。很好吃，是我说不出来哦。而且鲜奶味好浓哦。另外，我跟你说，来到客家村，你一定要喝这边非常有名的客家擂茶。擂茶吗？喝了就会感动，有眼泪的擂茶吗？当然感动哦，因为超好喝的。走，我带你进去。我到底擂茶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等这么那么久？真的不耐烦吗？哎呀，好了啦，你不要吹了啦！我好了好了，这个就是擂茶，来来来，我倒给你喝。哪有这颜色？好像那个抹过抹茶一样嘛，不是吗？哪是抹茶？这茶很多，这里面有20种的料哦。你喝客家擂茶，哇，招待客人用的哦，贵客才有。怎么样？真的跟抹茶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的，很浓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介绍我怎么种吗？等一下教你怎么做。不过在做之前，我们先来吃这个客家料理，边吃这个客家料理，边喝这个冰冰的擂茶，很过瘾哦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刚才喝的那个擂茶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说你要先把这个花生捣碎，然后再沿着顺时钟这样转，左手放在上面，这样比较省力哦。啊，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啊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对啊，刚才老板找你吧。哦，那还不简单，我有这张啊 ，DIY 解说，自己看就知道啦。哎呦，有这一张哦，我也知道。中文啊，那我就进来吧。老爸，你今天第一次跟我出来旅行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很怀旧的感觉哦。哦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在韩国没有怎么那么怀旧的地方。哦，那韩国是怎么样的？韩国人比较喜欢那个长信长信的嘛。哦，压力很大哦。带你去另外一个铁道文化更丰富的地方，走吧。